你怎么知道这八卦流生阵的法门？这阵法我三百岁时便在博玄的古籍上瞧过了。你究竟是受何人指使，胆敢前来盗宝？本君是无名庸碌之人，原来上君与慈塔已经合二为一，真身不离塔。被你瞧见了又如何？六万年来瞧见本君真身的不少，可从没有人越过本君拿走镇魂塔。五行八卦阴阳相生，不是不能解。放肆！这是此处独有的石骨煞气，入骨即灭。几万年来前来盗宝之人，但凡沾染此气，无一人生还。你亦如是。你如此年轻，便有这般修为，实属难得。可惜你心术不正，贪图至宝，如今陨落，怨不得本君。若是你说出背后受何人指使，意图染指镇魂塔，本君可以给你一个痛快。你究竟有何功德？为何身上有这么多平凡恩护，助你驱除煞气？你是青池宫少主后池，庇护地北城之人。不，我与青池宫毫无关系。你不承认也无妨，刚才你说取塔是为了救人，可是当真？上君，今日借镇魂塔是为了救在下一位命悬一线的故友，他需要镇魂塔重聚灵石，所以在下不得已才闯入这地宫，还请上君成全。